来看一下李亚的这套平衡木的动作。好，那助跑区的行换成180度站木 ，F 组0.6。现在做这个0.3难度的单腿立转动作。弹刃后弯站木放了一下，这是个零点三的难度价值动作。要做了0.4助跑团身前空翻，啊，这是0.8了。阿拉伯首翻接科尔布特360。好的，这个挺身前空翻，接两个小翻。这是个0.9的难度价值，这两个小翻呢是不同的，如果相同就是要算重复了，因为它是两个小做法不同的。现在是区里碰翻两周下，